空。女人心，海底针呢？嘘，能监管就别闹着。怎么是戳这个？敌人消失。哭，伤你一锤。丢吧！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上 S， 太瞎了吧？哦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不然朵怎么在这？我们红被偷了。一技能还在冷却中。啊？魔龙凯撒降临。幸运女神在我这边。开始撤退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一美女都控吧。凯撒被击杀。凯撒最近念叶娜还是青燕？我建议先你先练青燕，后面练得不错，你再去练叶娜。女人心。因为练叶娜，叶娜只能打凯撒，青燕可以走走那个走打野，就是用。就是比较广泛广用一点啦、啊、斗法比剑法重要。我没想幸运女神在我这。出狙魂伤害不会不够啊！出狙魂伤害其实跟你出碎空是一样的，只是少了碎空的减伤而已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幸运女神在我这边。好险！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步法比剑法重要。有了，碎碎碎！哎，那一次被我戳掉了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敌方塔血量在。哎呦！差点就凉去了。嘿嘿空。
可惜，真没把他戳死。剑法重要。龙装备是大拇指去按。你丢到后面的卡。表面上毫无波澜，我就跟你们说了没，我其实心中满满的惊涛骇浪啊，看似没事，没有，我很心跳的可快了，也许还有可爱的功能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请求集合。撸墙壁了。钱能解决的问题，还是稳固。开始撤退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凯撒还未刷新。为什么一技丢到马上接大？因为要确认霸体。制裁还在冷却中。然后开始霸体，花完那几朵花，我的一技就好了，差不多。也许还有可爱的姑娘。哼，步法比剑法重要。敌方在草丛埋伏。魔神凯撒降临，决战开始。来不及，烂尾，换装烂尾。我心中波涛汹涌啊！有宇宙最神切装。双狙魂的效果就是会让主播的心率再飙高一波。